猫咪走了，突然，这样子感觉还是有点亏啊！我操！我以为我的猫是过来的，我回头 A 了它一下，早就直接走了。走好了，我操！消到了两个，我操！这个 AD 回去两下了，主要他们没技能的，那男刀也没技能的。这边 AD 又终结了两个，你剑魔过来再打呀，发育一下，这样子一直的话很容易出问题啊，这也死了。
因为这塞拉斯感觉有点骚啊，这塞拉斯感觉有点怪啊，在送。他这波怎么勾上来了？怎么敢的？希尔这个版本已经削了，好像已经削了，看了一下，好像削了他那个一。拜拜了，拜拜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拜拜。